来看一下，再接着逛了啊！马上要下雨，看了，天阴上来了。从这边开始看，就是灰泰迪，这灰色的哈，咋这歪头这个狗？我去，还歪头！啊，哎，你看歪头咋回事？还歪头？嘿，还有歪头的狗呢，你看，第一次见。昨天这个歪头，啊，行，就给，这个是啥？这是冰熊，它断尾巴了。泰迪。这是泰迪。啊，这白泰迪。多少钱这个？啊？这多少钱？这个吧。啊。1400。啥1400？泰迪，白泰迪。白泰迪你要1400？啊。哎，这灰泰迪多少钱？你这乱要呀？灰泰迪1800有吗？你没来过市场吗？是？你买完了，卖给谁了？你买完了这一个，你家拿走一个吧？谁拿走你的了？啊、我喊我拿走1400，我拿这个，不，你放那吧。这是松狮啊，松狮啥价？2000。哎，你是来卖狗的吧？那我不是来卖狗，拉着他。这个你要2000？啊，最低多少钱吧？最低多少钱吧？啊。啥1800？这松狮有1800价呗？不能加价，不能说吧？你还干？你这看都在说。过了疫苗期限呀，还几个月了疫苗期限？三个月还有嘞。几个月了疫苗期限？3个月了疫苗期限了。你的哈士奇呢？哈士奇多少钱？明显的你狗比人家都贵多少，知道吧？那你不能先看狗，你别光先推荐，先看狗呀，看狗再说。你光不看，光评价，跟什么嘞？啊，这是鸳鸯鱼。哎。你都要1000？啊。就是说骨架大一点呗。你松狮最少多少钱？松狮。1100块钱。1700呀。我给你800行吗？你溜溜去吧。我溜溜去吧。900行吗？900。500。下的雨往哪溜呀？把我淋病了咋治？你赔呗。你给我拿医药费呗，把我淋病了。实在，我来帮你卖狗了，咱俩人关系是我帮你卖狗。我知道。啊，你说。你说最少多少钱？你说吧，最少多少钱帮你卖了它？1600。真3针疫苗做齐了吗？我要没做齐，我狗都给你了，我不要钱了。哎呦，你那么好。这是公的没了，这是公的，公的没了，公的，公的又不能生了，你还卖那么贵？来，这个大姐，你的马犬咋卖的？真假的，你跟他学的呗，是吧？你跟他，你实在，你多少钱啊？啊？3针行吗？啊？我也溜溜去。哎呦，我淋病了，下雨淋病了，我得找你赔钱啊。你看，这马犬是黄马，我们接着看这边。天黑了，你马犬咋卖的，大哥？1800。这那看换十度啊，刚走过，我没看见。走不起来了，可能知道吗？去还可以。他就这一个动，那几个他不动。都累了是不是啊？刚才表演完了是吧？你这么啥价？德牧1000，马犬最低多少价？这基本就跟说的基本上卖价了，基本上都是卖价了。优惠点聊聊。什么？能优惠点聊聊。能优惠点哦。这是有公的还是有几公斤母啊？三公的一个母。这是黄马啊，3公2母，这不就4个狗还是3公2母？一个母3公。哦，1母3公，4倍能拿呗。那能多少呢？那能多少呢？800块钱，咱最多赚你个100块钱，你家来要看，家要命了。800块钱，最多让我100块钱。这以后，那你说咱卖过，这来要看了都。这不是，这是你打几针疫苗了？2次了。2次疫苗。现在有几斤？那个好看一点。10斤多点。10斤，你那几个都多少钱卖了？那几个。啊。说是说，头
是八百啊。人家的，那你这咋过七百了？下去了，这赚一百块钱不正常嘛？行行行，大哥的身体也不太好，最少的，大哥你给我说实话，赚了五百能拿不？五百不能拿不？六百呢？六百能拿是吧？他说再加一点，勉强能给我。行，我也不给你加了，我知道你加了，应该是这个价能拿走啊。这么呢？这么大的，你给我说最低价行吗？你报起来看看行吗？我看你也怪实在，大哥，你报两个咱看看。这是红毛的，红色的，这是。这个不好，你把那个拿出来看看。这个啥价？哪个？这个。一千。这公的母的。没的没有了。这啊？没的没有了。这不是公的？他没的没有了，这不是公的吗？啊，公的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我帮你买够，有人要我直接给你联系。好。你直接说个最低心理价位吧。心理价位。啊。低到八百就不联系了。低到八百都不联系了。哎。好嘞，那行，那我都不跟你联系了，我去帮助别人去了。看看啊，这边还有比特，这边有比特啊，这边太黏了，这边过不去了。我再看这边，这边马犬、边牧、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嘴巴有点尖了，这边。哎呦，还咬人呢，裂痕这么重，那么丑。这边有金毛，这边有小博美，哎呦，那小。长成洋货了呗？啊，是谁的？吓跑了呗是？我一过来吓跑了呗是？哟，下雨了啊！你看，狂风暴雨，那雨点子啊，多大！今天就到这里吧啊，关注一下，这几个是咖啡色的比特犬啊，战神比特，打架特别厉害啊，关注一下。